由于上个测试木偶视频强度啊讨论比较热烈，那我也看到了很多人这个分析啊，然后的话也看到其他 UP 主也在测试，所以的话我打算再一次去玩一下啊，提高一下我的这个角色熟练度，还有再找一个强一点屠夫。如果说我们找弱屠夫的话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效果啊，毕竟的话这种的话就没有什么太的意义。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实验结果啊，就是说上个视频的话确实是啊，这个我们说的确实是有点问题的啊，有失偏颇啊。这个角色看起来简单但是又不简单，他的话可以说是庄园里面唯一一个需要扣血来博弈的角色，其他的话应该是没有这样的。再加上当时测试是双刀屠夫，再配上这个熟练度确实是不够高啊，所以说这个当时的话觉得有点弱。那么这一次的话再测试的话，经过不同的这个屠夫，我们来获得一个答案，就是他非常克单刀屠夫啊，比如说红蝶啊、红夫人啊、树伞啊，这种的话更不用说了啊。然后这个角色的话，它的稳定性非常的强，因为它的话基本上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们感觉危险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直交这个技能，然后利用这个零 CD 啊，因为它技能的话零 CD 来这个不断的去拖延时间。至于为什么说它简单又不简单呢？就是因为咱们要还是老规矩，要看抬手，然后玩的熟练点的话，要学会看抬手，然后使用这个金身挡一次伤害，看到没有？就像这样子，然后的话再下板，这样的话一波无伤牵制，但是的话我们会扣四分之一的血条，所以说的话这个角色的话，就是咱们稳定性就在这里，但是你每次使用的话都会扣血，所以就只能用三次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如果说失误的话，咱们就秒开这个技能，这样的话你就只会扣普通攻击的一半啊，所以说这个角色确实是比较强在单刀屠夫里面，但是的话像邦邦这种的话就是比较克制。那么技巧的话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啊咱们看抬手，然后的话提前交技能，然后如果说离交互点近的话咱们可以开金身，这样的话来弥补啊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下实战。不是，我跟你讲这东西的话开金身不是说秒开秒切，你明白吧？就你秒按两下技能。能挡晕的水系吗？可以挡的，可以挡的。牛逼！就自带一个飞轮呗。反对。来呀，你跟他浪费时间呢。操！哦，这样的话还是可以的，这熟练度要练的。但是五单是完了就差不多死了。他可以说是飞得比较稳定啊，这波是会。这波应该有问题，操，完蛋了，完蛋有问题。这波，我操，哎，还行，我靠，这一波，我觉得算那啥了，哥。我弹到了，你是不是打到我那个上面去了？你是不是打到我那上面去了？我觉得这个点位可以不跟你磨一，可以不跟你磨一，但是我马上要死了。我没办法，没那个东西了，哥。哎，忍不住了，骗到了啊！你是不是被我骗到了？是不是又骗到了？是的啊，是的啊，是的啊，感觉出来了。打打水，哎，点错了，哎，啊，你不点错了吗？滚呐、啊！哎，我操，没效果的。怎么又是金身啊？这什么鬼？不是真包，你打了几滴血、啊？哦，你打了，不对，就没错没错，你把我打了两下。我自己扣四分之一的血条，我始终技能扣血。哎，哎，啊，我操！呐，这没办法飞轮呢。哎，这样不就活了？